我是成国公世子朱赞，在大家康复之前，在斗疫结束之前，我都会与大家同在。我们把药喝了。君大夫，先躺一下，来，稍等。怎么了？刚才又抬走两个，一共死了5个了。 今晚召集所有大夫，我们加快施药，必须要赶紧找到制毒的方子才是。你这是致命的良药还是杀人的毒药啊！你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啊！对不起啊，昨晚的事我们都知道了。今日被抬出去的尸首，一个接着一个的，他们是马上找到了我们了。冷静，冷静一点，别冷静一点，你别再骗我们了。你真想治我们的话？ 为什么现在治不好我们的病？为什么死的人反而越来越多了？你给我们用的到底是什么药？诸位，你们先回去啊。我们一直以来从来没有放弃过研制药方，只是目前为止，确实暂时还没有找到根治的方子。好啊。 原来你们根本不会治，你把我们诓骗来，还跑长安给钦差的大人老爷们，是不是？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你早说治不好，我们又何苦千里迢迢跑到这里来受苦？倒不如死在家里，至少还能落魂归故里，落叶归根呢。好，大家先回去。来，王大夫。 这是我们的问题，我们必须要面对。我希望大家可以相信，这里的每一条性命对我们来讲都不是儿戏。如果可以，我们甚至希望替大家来受苦。这里的每一位大夫，把大家的性命看得比自己更重要。我希望大家能够再给我们一点时间，我们一定可以竭尽全力，尽早的找到治痘的方子。 不管出现任何问题，在任何时候，所有的大夫一定是和大家在一起的。诸位，世子，我是成国公世子朱赞。在大家康复之前，在斗疫结束之前，我都会与大家同在。我知道大家很难过，也很绝望。但是不到最后关头，大家一定要坚持下去。 我说的坚持，不是你们其中一个人的坚持，我说的是所有人凝聚在一起的坚持。请大家一定要相信君大夫以及其他大夫，相信在我们的坚持之下，一定会战胜痘疫。好了，诸位，先回去吧，安心养病要紧啊，回去吧。